高度哦，勇士队还是优于梦想家，这个球往禁区里面塞是合理的。林俊杰急停的中距离来了，上礼拜八投一中了，进机会。三分外线，阿吉大胆的出手，漂亮！林俊杰刚才是引擎，哇，身体对抗很强了。再给林俊杰换到右边的四十度角，漂亮！阿吉今天准备好了哦，哇，跟上面的一个焦灼的状态啊，梦想家并不见得一定会赢球了。好，再给林俊杰，现在谁的胆子大了？就是阿吉，林俊杰到外线了，阿吉又来。先躲过底线，然后到了中距离出手上去，林俊杰连拿五分。这个球他知道对方一定会补啊。林俊杰三分外线投射，哎呦，今天阿吉不得了啊，他真的准备好了。